我燕琉璃愿意嫁给顾洛璃。你们都听到了吧，在爱人的眼中，那个人便是那个人。无论他变成什么模样，交视他，那便是独一无二最珍贵的存在。百里东君，拿我喝他的这杯喜酒，你要喝吗？ 就是这酒差点意思啊！你应该提前找我约定的，我还能给你个友情价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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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反了你了，按照我朝律法，你这样是要被砍的。